利益存亡品。儿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观世阎浮众生几心动念，无非是罪，托付善力，多退初心，若意恶言，念念真意，是等被人如立泥土，护以众时渐困渐重，逐步深邃，若得意之事，替意减负，或前移负，使知识有大力故，互相扶助，欠令老脚，若达平地，西省恶路，无再经历。世尊，习恶众生从贤豪间遍至无量，是诸众生有如此习，临命终时，父母眷属以为设伏，以知前路，或先翻盖，即燃油灯，或转读尊经，或供养佛像及诸像，乃至念佛菩萨及必知佛名字，一名一号，历领众人耳根，或闻在本世，是诸众生所造恶业，即其感果，必堕恶趣。言是见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，如是重罪细戒消灭，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，能使是诸众生永离恶趣，得生人天，受圣妙乐，现在见属利益无量。是故我今对佛世界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，歉以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审夫杀害及造恶言，拜祭鬼神，求诸魍魉，何以故？而所杀害乃至拜祭，无贤豪之力，亦亡人，但结罪言，转增深重。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或圣分，生人天中，言是临终被诸见识造事恶因，依令是命中人殃类对变，晚生善处。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，各具本业，自受恶趣，何忍见属更为增业？譬如有人从远地来，结粮三日，所负担物强过百斤，不亦邻人更负少物，以是之故转负困重。世尊，我观阎浮提众生，但能以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，如是利益，细戒自得。说是以时，会中有一长者，明月大变，是长者久正无声，化度十方。现长者身合掌恭敬，问地藏菩萨言：大士，是南阎浮提众生命终之后，小大眷属未修功德，乃至设斋造众善因，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不？地藏答言：长者，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世事。长者，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，得闻一佛名，一菩萨名，一必知佛名，不问有罪无罪，悉得解脱。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，多造重罪，
命中之后见属小大，为造福利，一切盛世，七分之中而乃获一，六分功德生则自利。以是之故，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，纷纷己获，无常大鬼不期而到，冥冥游神未知罪福，七七日内如子如荣，或在诸师辩论业果审定之后，既业受生未测之间千万愁苦，何况堕于诸恶气等，是命中人未得受生，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，望诸骨肉见属一照福利就拔，过世日后随业受报。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无解脱日，若是无五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，永受众苦。复次长者，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见属骨肉，未修盈斋，资助业道未斋食尽，即盈斋之次，米干菜叶不弃一地，乃至诸食未现佛身，忽得先食，如有为食，即不精勤，是命中人了不得力，如精勤护净，奉献佛身，是命中人七分获一。是故长者，阎浮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，自心勤恳，如是之人存亡获利。说是已时刀立天宫有千万亿，那由他阎浮鬼神细发无量菩提之心，大便长者坐礼而退，坐礼